今天是3月25号，礼拜一，我们来到了巴黎十三行文化公园。因为之前我们有来过这边，但是还没有公园，这是新的公园哦。嗨，何先生，要不要爬好汉坡？体力够吗？好。这边有滑草场，可以滑草，小朋友很多。那边还有游乐器材。哇，好汉坡，我们要登高越岭了。哇，一路上应该要走个5分钟哦。很多人在骑脚踏车，在路边。现在草坪真漂亮，超漂亮，还有装置艺术，远方还有装置艺术。哇，是蛮多人的，嗯，还行。重点不会很热。对，今天很凉爽，室温大概现在新北市的室温是26度，属于凉爽的气。啊，有飞鸟。哇，这远离尘嚣。还算不错哦，你看这有装置艺术。对，新北市的十三行文化公园，哦，是有点高，登高越岭。从这边看下去，还有运动的地方，哦，有点怕怕的，好吧，结束一下，有点惧高症。